台南市市督处今日发表《台南好食市职人专刊》，透过26位市场职人分享经验，介绍隐藏版美食，带领民众体验小食。很高兴哦，其实这就是台南，也就是台南人。台南美食本来就已经很名闻遐迩，那为什么市长还要来做宣传？因为很多台南美食都在巷弄。那我们今天除了在巷弄之外，在市场里面，大家去看市场买东西、买菜，就看到有一些熟食的摊位，有一些是现场可以吃的，搭不一样的。所以说这些，其实坦白讲，你要说常常有一句话，这个听到台南的民众在讲，说什么米其林啊，弯刀行好一间小喝甲啊，也是弯刀旗下来的一间小喝甲。所以呢，在市场美食方面，我们真的是要借着这本《台南好食市》来介绍给各位好朋友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总共有26位职人，好，26摊最厉害的啊，这个市场《台南好食市》来欢迎大家。市长指出，市场本地就是一个台南的外招牌，流传百年的台南传统市场，保留的上正统的台南味，加一撮市场的旅行，得当食到买到上到底的台南美食。台南市美食之都早就已经不是新闻了，但台南的美食常常在巷弄间。但除了在巷弄间的美食，就我们在市场内真的厉害。你要说大隐于市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好吃的美食就隐藏在市场之间。所以呢，欢迎大家不仅是来传统市场可以买买逛逛，买一些日常生活的菜或是一些日常用品之外呢，也可以在市场美食摊位坐下来吃，或者是你可以包回家，或者是你可以叫宅配，都很方便，欢迎大家来。而且这本好这个台南好食市里面还有 coupon 哦，可以让你这个啊循着 coupon 的足迹去看这个遍寻我们的市场美食。